为加留台湾来努力，在新一房屋的抛砖引玉，实现他们打造理想家园的梦想。因为对家的关爱，我一起来发起这个设计一家的这个活动，以这个租赁人际互动啊，让这个设计。观点真的是不谋而合哈，设计里面很明显看得出来是有这样。送出去访问大陆以后啊，好像要掀起另外一波的这个大陆热。但问题要先把台湾建设成为一个更好的、更适合人居住的地方，更有竞争力的一个地方。我一个感觉就是说，台湾的这个新的活力真的是来自于社区哈。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能够互相的这个发展、互相的这个成长的话哈，我想这样的一个力量哈，我们才足以使得台湾是真正的跨出。这些北矿社区他们也很有这样的意愿哈，那能够在接下来的这个年度里面他们。周董事长，王院长，这个曾贤部长啊，柴教授、韩教授、简教授、黄委员，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刚才是王院长和我两个人对这个花园的次序有争执啊，但是我们支持这个社区一家啊，信义房屋这个理念呢、是完全有共识。完全一致的。我今天如果不是我来，是马市长来的话，新闻会比较大了。但是呢，王院长明知道今天没有那么大的新闻哦，他现在最忙的时候，还愿意来参加这个公益的活动。其实我们不应该让他吃亏，我们祝他能够顺利当选，好不好？心想事成。最近几年哦，台湾。这个产官学各界，在这个政治对立很严重、意识形态挂帅啊，这个非常的哈、大家非常痛苦的时候呢，都不约而同啊，寻找一个出口。那这个出口就是社区啊，所以各种社区的这种计划啦、概念呢，哈，都纷纷的推出来。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。那我担任行政院长以后，我也是推出一个台湾新社区的六星计划。但是早年我有推这个社区主义了，那我也是感到说，那台湾这个政治哈，政局很不安，那政治相当的僵化，也不容易一下子就改变。所以我有就立了一个方针，就说，立法院也好，什么地方也好，就是。可以做的先做，可以通过的先通过，那不要为了不能做的，那耽搁掉可以做的，那我们社会就是说，要吵架的继续吵架，那要前进的继续前进，那要吵架的可以留在原地，吵到他们累了为止，但是要往前走的人继续往前走，那这样社会很和谐。